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五坠子》，表演者何云伟、李菁。给您换一下。观众很捧场，哎，多热情啊！他说你呢，刚才是曹云金、刘云天，哎，说了一段，俩人说的不错，多好啊！下去休息休息，哎，累了。您看啊，今天高朋满座，盛有如云，人来的不少，得卖卖力气。那当然了，演员条件不一样，是有的能说，有的能唱，哎，就这样。哪样？我学唱一回。您唱的什么呢？大鼓书的一种。哪种？叫窃弦子书。哎呦，现在很少有人唱了。我来了这个。您会唱？别开生面吗？哦，可以啊。我也没带着弦子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拿嘴伴奏。哦，拿嘴学这弦子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一会儿唱就是方言了。啊，是是啊，这得开始。您来。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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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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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长了。增，哎，啊，行了，现在就开始，唱吧。光来个灵光，一个灵光。这调门又下来了，啊。听见什么了就叫好。俩感叹词。嗯，什么毛病这是？哇！哎，您缺钙呀，是怎么的？你才缺钙呢！我试一试丝弦的高矮。甭试，唱就得了。C 调啊 ，C 调。哎，光来个灵光，一个灵光。那个是升 C 啊。我要开始了，我要表示了，我要论事了，我要谈事了。昨天晚上怎么样？我全输了，臭棋。光来个灵光，一个灵光，我就唱得是啊啊。我就唱的是啊，闲来没事儿，嗯，出趟城西。哦，闲来没事儿，出趟城西。谢谢各位。哎，还谢谢干嘛呀？我就瞧见了啊。瞧见什么？有一座小庙。嗯，它是新盖的。哦，瞧见一座庙，在里边，嗯，没有僧来，没有道啊。那住着什么呀？在里边住着三位幽尼。哦，住着仨尼姑，是一个师父，两个徒弟，一老二少。大徒弟今年18岁，好岁数。二徒弟正年整17，哦，比那个小1岁。就属这个老师父年高迈。哦，打罢了新春，70几呀、啊。
二十一。这师傅也不大。大徒弟名叫人人爱。尼姑叫这名字。二徒弟名叫万人迷。哦，这也够瞧的。就数这个老师傅名字好。是吗？人送外号叫烂酸梨。什么名字呀？这个大徒弟养过一个白胖小。出事儿了吧？二徒弟生下一个胖闺女。哎，这也不示弱。老师傅一见有了气。嗯，骂声徒弟不是个东西。得该骂呀。这佛门本是那清净地、嗯、闺女小子是哪儿来的？说着脑来倒着怒。嗯，我有心拿起来家法将你们打、嗯、打呀，打打吧，打吧的。怎么怎奈为师啊，也到了预产期。哦，他也生一个。怎么样这个啊？这挺好。知这叫什么吗？叫窃弦子书。哎，刀口的。对啊，真正说唱啊，我唱这个差一点。那您唱的好的是呢？河南坠子。哎呦，河南坠子啊。那您甭跟我说了，嗯，河南坠子三大流派我都熟悉着。是啊啊，要说唱的最好的得说是河南省的一个老演员。哪位啊？叫乔清秀。唱得好。哎，人家有个外号啊，叫盖河南。您说的啊，这叫文坠子。是吗？有一种叫武坠子，您听过吗？什么叫武坠子呀？就连武啊，带打的坠子。哦，这还真没瞧见过。没瞧见过呀、啊、对。不难您说 啊这种坠子很少在市里边演出。那在什么地方演出呢？离着河南还有8万多里地呢、那还是河南坠子吗？你别看离着远啊，我会唱。您会？我会唱。好、哦，那您来一来。我学一学这五坠子。可以啊，您帮一帮忙。我可不会唱。您来个伴奏员。这伴奏乐器是很简单呐。啊，坠胡。坠胡可以吗？那是什么个声音呢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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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不就这个吗？哎，张嘴就来。来，我听听。我脑子好着呢。是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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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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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还真不错。可以吗？腔是对了啊，但是这个感觉不对。这要什么？音量太小。您告诉我提高点调门不？长俩调门啊，那可以。哎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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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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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。好，怎么样？比刚才好。哎，强多了。嗯，还差一点。哎，还差一点。就差这么一点，一努力就上去了。哦，加把劲就上去了。哎，再来一回。再来啊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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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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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还差这么一点，我就知道有这个。哎，就差这么一点啊！加把劲呢，上去了，就上去了。嗯。脏脏，我就这样了啊！我又不唱，就这样了。我干嘛？那行啊，啊，那您搬一个座儿。搬个座干嘛？搬个座，那伴奏员哪有站着的？我还得坐下。哎，搬个座。哦，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您搬这个座，我捯饬捯饬，化化妆。我把这大褂这扣解开，我把这个大褂撩起来一下。啊，这撩大褂什么意思？小衣襟呢？短打扮。啊。袖子得挽一挽。啊，挽袖子什么意思？捂坠子嘛。捂坠子。哎，捂坠子。离着露点还远着呢。这还不算完啊、哦！还干嘛呀？还要包雨包头啊、哦！我当把点露出来了。那是，那得加钱。啊、这不有手巾吗、啊？过去都是明帝、啊。是是是、啊，那太阳多热呀。对，把头发晒没了怎么办呢？啊，不至于。包一包头。哦。把脑袋包上啊！起了，这是化妆就完毕。家门不幸啊啊！我这带笑了，像话吗？啊，您呢还得负责摁一下电铃。摁电铃什么意思？过去没有报幕员，哦、演员出场摁一下电铃，这就是个信号，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。五坠咱就开始了、来吧啊！来，别忘了啊！啊，忘不了。
铃。我沾沾青天不可欺。嗯，张飞何端当养桥，虽然不是好买卖，一日不起百日恩。这四句满不挨着呀。我记你唱一回坠子书。坠子书，怀。这就开始了啊。怀，都好好听着。怀，先别照相了。哎哎，干嘛呢？不是我告诉他们，你别搭着呀。那怎么意思？我这叫你呢。你叫我什么呀？怀。你叫我怀。哎，那我回答呢？你也回答怀。哦，我也回答坏。哎，咱们俩都坏，都坏。那那好的呢？好的出院了。哦，那就别留人家了。坏坏，把弦子拉起来，咱们要唱一回那坠子书。别美了。怎么意思？这怎么打上了？没告诉您吗？五坠子。哦，这就开火了。那还等多着呢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拉弦儿吧你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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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你换郭德纲吧。啊啊，我伺候不了你这个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吧？你 这怎么一惊一乍的干嘛呀？啊，这是唱词啊。啊，要罢了钱。怎么还要罢了钱呢？哎，打零钱呢，要罢了钱。哦，下句是什么？书归正。这就开书了啊。开始了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拉弦吧你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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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啊，要罢了钱，书也归了正。他管拉呀，我管唱，您了管听。您先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啊。不，这个我管拉，你管唱，人家管听。哎，那我要不拉，你要不唱，人家听什么呀？怎么了这？您这是废话呀。对，就是废话。什么叫就是废话呀？五坠子，离开废话我就没词儿了。哦啊，离开废话你没词儿。对了，哦，那您就卖卖力气。干嘛呀？多唱两句废话吧。拉弦吧你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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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啊！今天我要唱哪一段呢？还没谱呢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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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啊！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！废话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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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爱听文来，爱听武，爱听见了你是爱呀听啊重啊，爱听文的我不会，爱听武的木下成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，苦辣酸甜那也不中哎。那就甭唱了。什么也不会，你唱什么呀？拉弦儿吧你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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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十方在唱的本叫响马转呢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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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半本我没唱清啊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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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。十方才标的那叫何人登？标标八爷叫罗成，标标八爷叫罗成哎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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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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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全砸了就甭唱了，拉弦儿吧你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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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罗八爷呀，跟他的爸爸老罗爷，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。来，您先等一会儿。您这已经不像是人类的语言了。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啊，罗成跟他爸爸老罗爷啊，怎么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？应当是人儿俩呀。对呀。啊，罗成跟他爸爸罗毅是爷儿俩呀。就是，你怎么拉出哥俩来了？我拉得出字儿来吗？我这大雷拉戏似的。那谁说的那个？你说的。我说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。我能说那词儿吗？就你说出来的。我这么大个的艺术家，我能说那词儿吗？就你还大个呢。那怎么着？人家都听见。谁听见了？不都听见了吧？谁听见了？哪位听见举举手。哪位听见了？啊，你看看啊，头牌这二位女士啊，这二位，哎，啊，一位走不了了，知道吗？怎么着？您甭含糊，有我盯着呢。怎么着？真听见假听见了？真听见了。嚯，真听见了。啊，你说，他怎么着？你说你听见了啊？对对对，你说哈，
你别拦着我啊，你别拦着我啊、哎、我爱上了没拦着，你看去去吧去吧，拉弦儿吧你、哎这个罗成好拜八兄弟，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，好拉平了。这个罗八爷呀，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。你先等一会儿，爷儿俩怎么迈开八条腿呀？几条腿呀？四条腿呀？听着呀，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。凑腿来了，脏脏脏脏！这个罗八爷呀，他这连人带马八成上啊，那马怎么上去的？听着呀，脏脏脏脏脏脏！您若问这个马，他怎么上得去呀？脏脏脏脏脏脏啊！那呀呀啊哈！脏脏脏脏脏脏啊！嗯嗯嗯嗯，脏脏脏脏脏脏啊！哎哎呀，唱不唱？他是人能驾云马腾空啊，哦，上去了。这个罗八爷呀，左手拿着一个套灰的耙，右手拿着一个大哨柄啊，什么模样啊？走走走走，这个罗八爷呀，手持着套灰耙子朝下打呀。怎么又打呀？五坠子嘛，你也来一下。